好，又有呢。来，应该还有，应该还有。等你外口啦吼。我们外面还有那个转播的电视墙，市政府广场还有。好，奇怪，我真的有一种紧张感，奇怪哦。对啊，可能不相信怎么会那么多人。好。有一半是来追杀的。哦，拍谁啊？拍谁啊？就赶紧讲哦，用唱的嘛，这样很有诚意吧？好，对啊，那其实也出乎我的预料啦。我今天晚上CD怎么一弄到现在？对，我们真的是录音之后才。我们本来很有自信，12月要出哦。我们很有自信，10月份就可以出啊，11月就可以出哦。然后12月要巡演，12月应该不为过。对，结果到现在什么都没有。对啊，不过啊，哦，大家真的那个有听过前两章的人，哦，哎，我不同享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还没有进录音室录过，这也是我自己录，还有我们录现场的。对，那这一次的专辑。真的是专辑的，我真的敢保证它叫专辑。对，它叫专辑，真的，你们听了就知道了。对，对，有那个有谁的水准呢？苏打绿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对啊，就是没有，因为这次我们真的用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录音呐。对啊，那。其实整个录音的时间，就虽然不可能是每天啊，不过就整个录音的时间，有半年的时间差不多了。对，因为我们是用一边录一边去想中间很多的编曲，所以你们可能一首歌会听到六支大提琴之类的，在某个桥段你会听到六支大提琴，然后你会听到三支吉他之类的。你叫我再录一次，我都不知道怎么录了。对啊，我也是呢。我有些那个不知道怎么弹的，我不知道在弹什么，可是我又忘了。对，那个都是临时想，就是听，然后觉得这边要再加什么东西，然后就一轨一轨去加，就把它整个编曲弄得比较完整这样子。对啊，所以，好，等待是值得的啦。对啊，开下嘴心灰。现场弹得出来吗？现场，反正再叫个5个大提琴手，然后再2个吉他手，分身应该等于赛亚，可能在于和声，我这次还有这次还有录和声，来帮忙打另外一个那个，打那个信把，对，那个鼓的把，对，这次真的什么都有，你家应该有10个人吧？对，现场就可以做了，哎，我在今天晚上没法走，交响乐，对啊，现场真的做不出来，对啊，不过那个真的，我们就是花了很多。我就是一开始录啊，然后录发现，靠，时间根本就不够啊！跟人家说什么12月要发，真的是不够。对，我到了12月的时候，到了1月，这个月月初我还在录合音，我自己要去跟自己合音。对，有一些桥段，就我还在想合音。对啊，其实该录的部分都录好了啊，那接下来就混音了。对啊。啊，混音就我们的录音师就比较龟毛一点，对，所以挖刀啊，对。今年录音会上场？不会，我觉得我们录音师听到我说他很龟毛，他会很开心，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很龟毛的人，对，要求品质，对，他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人，所以就是这样子啦。然后现在大家问我说 CD 什么时候出来，我大概都说3月之后吧。看到我那个预购单一图再改，所以本来写12，就后面那个1就划掉了，然后再来后面2要再加个1，要从12月变成2月，再变成3月，后面不知道是不是加下去。就是我也很希望呢，因为这次真的啊，跟你讲今天过程袂歹啦，我有听到那个现在还没有回音的 demo， 对，我觉得还不错。你弄家己在播呢？好。所以刚刚有那种没有听过我们的团的，是不是？哦，没有哈。有，没听过。没听过哈。
那觉得怎么样？首歌而已啊，我每一首歌都会问一次啊。对对对，我们需要那个对，要慢慢修正我们的品质这样。对，好。所以其他都听过吗？那有没有那一种是在大学的课堂上有听过的？加大吗？加大了哟。好，好。那其他是怎么样？都是被李国兴拉骗来的。其他是加入会员的。加入会员的啦。美丽湾的哦，对对对。哎呦，美丽湾听过我们的吗？有。阿拉伊的，其他比准，什么都有呢。哇，这才是各方人马参与整个所有台湾的各个地方的社会运动跟环境运动。今天可以顺便开一下 NGO 打工。对，来谈一个关于河流议题啊，或是 BOT 的议题，分组都可以，都可以，海岸的议题都可以。好，那我就唱这首歌吧，送给各方人马，大家来开一下会。这首歌《福尔摩沙练习曲》，《福尔摩沙练习曲》。Yeah.